董思成与小动物的日常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神微的董思成云云，然后可以叫我董老师，也可以叫我小云，都可以。最怕狗了，哇，太夸张了吧！这个真是打猎的，我跟你说，真是打猎的，师傅。不是，真去打猎，这要下车了，董事长。我不下，我不下了，我也不下。这个完全可以给你撕碎，我跟你讲。董事长，你先别下啊！好，我肯定不下。你的路还长。我肯定不下。你以后那个，要万一这回我怎么被咬了，或以后我会想你的。你以后写首歌，一定要跳纪念舞，跟我有关系啊！对，我肯定的，我肯定会想你的。叫做《大张伟之舞》啊。哪个？我第一次见这个鹿，驯鹿，珍稀动物。没有了哥哥鹿哥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